在零零后都已经有人进入十九岁的现在，很多人都会面临被催婚的情况。肖战在参加节目时也被问到了这个问题，粉丝心里的耿直 boy 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十分诚恳地回答说会被问到这个问题，更明确表示连自己的妈妈都会问，想什么时候解决个人问题。肖战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也相当实在，他说：“妈妈，我现在谈恋爱就等于失业。”对此，网友纷纷感慨：“肖战不愧是个耿直男孩呀！”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